有说过年期间有人上来的话呢，可能还没有看到这个花矿这么的好，这么的棒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五点开车，好，五点开车。等一下呢，我们先到游客中心，然后到园区绕一绕。有时间你们就出来外面这边看烟花，好不好？啊，有时间你就自己再走过来这边看。那原则上呢，我走这边有一段路哦，有一段路哦，有点远哦，离那个路口处有一段路哦。走路要多远啊？走路哦，大概来回也要二十几分钟吧。要哦，来回二十几分钟。